们从不必说明，什么关系都没关系。好在我们从不必说明。知道当歌手很难的吗？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全台票房冲破1.27亿元，口碑持续延烧。片中惊喜客串毛毛前男友一角的炎亚纶，日前也随剧组出席多场映后会。很单纯，很向往，寻找亲爱的对象，本质一样。嗨，大家好，我是嘉豪。我讲会很心虚，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真的是一个渣男。那我们大家一起热烈掌声，感谢渣男嘉豪来到现场。我觉得在很多的爱里面，很多时候不被理解的时候是最痛苦的。那我觉得柏宏毛毛这个角色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剧情里面去理解到他的前男友心里面真实的话，虽然很残酷，但那也是代表着最真实实在的东西。然后透过这个电影也让大家更勇敢的去面对爱情这件事情。除了能听到渣男嘉豪清唱以外，这次连陈伟豪导演都难得开金嗓，带领观众大合唱电影主题曲。炎亚纶和林柏宏更直接走进观众席，近距离与影迷互动，现场宛如大型的 KTV， 十分欢乐。爱我们总不必说明，什么关系都没关系，很单纯，很向往，本质一样。好的，好厉害哦！你们真的比上一场真的有练有差，真的有练呢。好在我们从不必说明。知道当歌手很难吗？很单纯，很向往。来，这边有一个想唱，他们很会唱，谢谢。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本质一样，真的存在，这种感情依然没必要再相信你。你要记住我的方法，我去哪里飞翔，你都会在场。我帮你报名，我是歌手，好不好？还是森林之王。